外交部长魏道明今天晚上7:30在台北宾馆以大寿锦星勋章一座颁赠给即将离任的约旦驻华大使夏瑞夫，以感谢他驻华期间对促进中约两国邦交的贡献。夏瑞夫大使是在民国58年3月派驻到中华民国，他将在4月初调任约旦驻巴基斯坦大使，遗缺由约旦政府派遣的比尔贝基大使继任。魏部长在赠勋以后，并且以晚宴欢送夏大使夫妇。